过年要到了，草屯分局下晡是伫草屯镇龙街信用部来进行狂唱的应变演练。整个过程就亲像是真的同款，互龙街员工知影拄到抢劫的状况，要如何来面对？第二只健康劫来呼吁咱的民众，若是需要领取大笔的现金，拢会当向警政单位来申请保护。规台工作人员甲平常时同款，大家做着家己的代志，不过后一秒。向番位后门入去大厅，也着请向服务人员来讨钱。大家是惊甲叽叽叫，规个过程就甲真正抢劫共款。南投县草屯分局配合草屯镇农会，伫春节进前举办抢劫的应变演练，予员工知影要如何面对抢劫的场面。此次举办的防抢演练那一方面是加强我们员警执勤的应变能力，那另一方面是提升我们金融机构那自我防卫的能力，然后确保我们金融机构及民众存提款的安全，让大家安心的过个好年。那这个演习的过程最主要是让大家在这个演习当中去学到一个经验，好，模拟一些情境，在真正状况来的时候，我们有能力可以做一个防范的预防哈。的状况之下，我们的心理建设上能够对这个能够有效的做一个应对。草屯分局也安排了防范课程，由警方亲身来解说和指导，针对平常时的预防工作做加强。经过课程的讲解跟说明哈，让大家对这一种安全的防护的那种动作可以更高更提升啊，对我们金融机构的安全，大家加上更有把握。另外，民众伫金融机构领取大笔现金，那是需要警察的保护，会当向警政单位来申请。大笔现钞，如果民众有需要，随时都可以向我们警察机关来提出，或是跟银行反映，来银行来主动跟我们警察机关联系，那由我们警察机关来，警察同仁来负责那个来护送护钞。春节愈来愈晚，警方甲农会对着安全议题是更加注重，特别安排了大型演练，让民众伫平常时出入金融机构更加有保障。记者张木雄采访报道。